贝勒爷，命大侠二月初二去苏子河畔参加比武大会。比武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索伦大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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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索伦大侠。 索伦大侠，索伦大侠，努尔哈赤将在二月初二苏子河畔举行比武大会。比武，好！该我们剑州四虎露脸了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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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眼下，我三七军出城，急需要扩张兵力。这次比武，你们尽可招募天下勇士，为我所用，以图大业。我等必鼎力协助贝勒，完成宏图大业。如今大明没落，宦官当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贝勒爷应该替天行道，取大明而代之。 中原武林，高手如云，其中以武当为群雄之首，备受天下仰慕。想必。